哎，那个肚子啊，隐隐的痛啊，隐隐的痛啊，隐隐的痛啊，他那个飞碟啊，不是我前两天不是海上说海上两个飞碟一起工作嘛，这样同时卷的时候就把水往前卷，卷的时候他的那个他会来回有点晃荡啊，往前的时候就磕到我肚子上了啊。往前的时候磕到我肚子上了啊，他不是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在原地，他有时候往前一点，有时候往后一点啊，晃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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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嘛，为什么呢？你那个水啊，往上吸走了一点以后，他就往前赶一点，啊，水位大了以后呢，他稍微往后退一点啊，所以呢稍微要调整一下位置的啊，要调整一下位置的，所以呢那个，间歇性的碰到我肚子啊，碰到我肚子了以后呢就肚子痛啊。是这么一回事。哎呀，我每天都承受着好多的痛啊！就这样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